赖琳恩自曝和老公陈乃荣一起裸泳百货提供。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，赖琳恩和陈乃荣今年一月升格为夫妻，日前拍摄的婚纱照是让大众直喷鼻血，让他们荣获18禁夫妻档殊荣。甫从马尔蒂夫度假回来的赖琳恩，经出席百货公司协靴生活节活动时松口透露婚期，两人将在年底12月8日在金华酒店举行婚宴，席开30桌。另外被问到至马尔蒂夫度假有没有实时激情，赖琳恩害羞说我们有裸泳啦。问及婚礼进度，赖琳恩笑说都交给婚户处理，目前也找了小蛮巧克力和吕新燕当伴娘，开心准备出嫁。赖琳恩跟陈乃荣日前到马尔蒂夫度假，夫妻两天天激情，天天开心。赖琳恩带了四套比基尼一次拍个够，在脸书上跑出性感泳装照也是立刻引起暴动。经出席活动，她也称赞老公陈乃荣很会拍，感情甜滋滋的两人颇让人称羡。